它冰。仿山的洋葱。对。一定有大香油。哦，有。谢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来一点。哎，这锅是什么？应该是要上菜。我都惊哎，这我一定都要上菜。先把这个，先里面。哇，太棒了。全哥，你料理好了吗？好了，这可以来煎鱼皮了，知道吗？鱼皮可以煎一煎了，然后一样。这早上啊，早上也可以用它煎蛋，然后夹吐司。阿妈，因为外面有那个尾鱼蛋啊，哎呀、啊，啊，我们用青鱼，一样。肉可以平常煎肉，用要用出来吗？对，你就是把它，它不在的，调理，对，你用冷冻、冷藏都可以调理出来。把它烤香哈，怎么过来呀？怎么早点煮啊？然后之前那个蚂蚁上树，人家不是加什么大白菜，我们今天加韭菜，不一样味道。它如果有花椒粒呀、啊，再加花椒粒，比较香。不用理他，让他憋一下。钟子林，你不要再看了，别躲，要休息了啊。来补餐了没？补餐。啊？补餐了。好，那你憋一下。你的啥？你如果又不粘锅，如果又不粘锅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放下去。然后你就来把冰。也挺好吃，等哈。怎么样？我泡了，我冬粉加。有在那个菜单里加冬粉吗？冬粉一杯还要再加冰啊？先加一半的韭菜，先让它下去炒一下味道。等一下，我们加蚝油。大概炒香一下，豆腐没有糖。姐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冬粉，然后菊姐要，因为它这样子它就有香气嘛，你香气一出来的时候，菊姐就这样，冬粉就可以下面就用这种才被救生员，这是大概六个。那如果你少大概四个、三个都出来了，总共五点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这条。叶菜，你还叫啥？你刚才叫乱七八糟。对，乱七八糟。不要多说，听了。要菜规模上面，我上面管黑，然后就该引起。那你们病吗？对，好，因为你要让它有些白胶质啊，那你叫做几股啊？洗菜龟，洗菜龟。菊姐列那个蚝油，蚝油。它蚝油呢，我们大概如果是四个，大概就是一匙。那如果这个比较多一点，大概是一匙半。不用加海鲜，没有，它这个是它那个客家的，我帮他煎，因为我要用嘛。如果不够咸的话，我们再调。还有、啊、等一下我们再加一点水下去。会那个气呢，不汤清济啊，你手感很困难。没有啊，你有那个，那个我也只有无啥会做。没啊，阿婆阿娘。
然后你可以加一点胡椒粉，或者是花椒粒。我来没加的，但就可以没搅拌。准备好一片给你上色。对呀，那地球没晒啊，那加班没加多的晒。啊，那也叫他新干。一笔煎一煎是要吃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不会，我煎一煎会敷脸啊。它可以煎一煎啊，然后切成那个，要拌在这里面，对啊。那个妹妹说要，对啊，那个排骨的骨量吃了那么大吗？啊，会不会太白了啦？来一个脸汤，那个来一个脸汤，来一个脸汤，红薯蛋蛋脸汤加不要紧啊。啊，你今晚用熊仔蛋脸。啊，等下就是让它收汤汁。天哪，这今天光这些。等一下那个鱼皮啊，你像你的鱼皮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煎一煎，按下去拌。对，这样子都不会浪费任何的食物。刚刚那鱼皮有去吃吗？对，那鱼皮有去吃。它没有去吃，所以你，但是煎起来就脆脆的。太棒了！哎呀，不要拿给我吃，你下吃到就好了。哦，我是点冰哦。要不要葱花？你们也要葱花的，葱花最贵。等一下葱花可以看有没有人要加，就是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加下去。没有，好，我就让它就是吸干汤汁了。那你之前跟李台呢？师弟好看过来去点，关我三过来去点，因为今天要接儿子这边。蒜苗酱，豆瓣酱，一只公斤加豆瓣酱的。哎，他你要哪买蓝莓蓝？等下加。我要唔敢食豆瓣，我要唔敢食甜梅啊。哦，来，你你好啊，美赞，你都买上。我等一下来试一下咸味够不够。轩家刚好小汤匙，我要气几下点。小他的那个哈，他的秋罗就是这是林珠萨，刚刚你刚刚说的是什么？咸香好小林珠萨，阿姨帮小林伯阿姨要看台阶，看小说到第几块？林珠萨，有啊，切菜哦，他们怎么说没有？哦，林切菜，这家老人家切菜啊。因为它这个比较不好吃，我跟你切嘞，那个蛋子，哎，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 ，OK。那个我刚好那个用的可以。我搞两片嘞，用光了呢。哎，轩，有没有大盘？大盘光类似这个呢？对对对，不要进去了。我买啥？我还给我们分一下吧。啊，等一下那个，洗洗好好。可以可以，那边有。啊，等一下那个，那个太大了啦。啊，太大了，啊，太大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那个鱼煎一煎吧。等我一下好吗？在上面，你叫妹妹，在上面啦。没，准备等下。然后等一下青鱼摆上面，这样。
那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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